什么情况？ 冲锋枪，美国制造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没长耳朵，好家伙，对方火力太猛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等死了。这个时候你还开玩笑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对方有冲锋枪，而且有很多把。我们只有一把高尔德。要枪呢？还剩了枪。 我不是怕死，我是怕你死我眼前。不想一个人哭着死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暗恋我呀？ 放你个屁！